这个150亿，这个是传言的哈，大概会砍的大概是80几亿的。那在疫情之前的话，其实那一年也是砍了70几亿，所以这样子两年合计去算的话，那比那个幅度不算高了，所以应该不至于说造成这个所谓的那个药品退出市场的问题。